间好。有人没有声音。对对，有人没声音，可以不可以来个全场热掌声听一下好吗？ Thank you， 谢谢哈， Welcome 哈，欢迎光临我们的印度头包。好的，那这个时间我们首先先来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中国的号称孔雀王子的刀林。孔雀王子哦，每个人要有一个 pose 啊。是是。那怎么办呢？我可以换一下吗？我给我想一下，我要做什么 pose 吗？这样我也要想一下。你也要想一下，你这个要开头怎么样让我们接下去呢？对啊，好接啊，好接。啊？好接。他说好接，我听说好接好接。对，大家好，我是 John， 来自马来西亚。pose 啊。啊，没有没有 pose 吗？就这样。我要回去学一个星期，我的老师在这边，他没教完我。等下先我跟他，我拜师先拜拜拜。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福建歌曲王子 Carry。哇，好酷啊！要这样子哈。那哦，我知道心里要什么 pose。心里你说。我知道了。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南京的 Cindy。啊，这样子哈，心里应该是我是来自什么？中国男性的心里脚要开一下，这样子的 pose 比较特别一点，就好像我们高凌做那个，然后他做这个，然后你就要开一下，我是心里，你要点字腿，我是简直躺下来算了。好的，那这个时间是我们在场朋友听歌点歌的时间。当然我们介绍了我们前面的四位歌手之后哈，当然我们后面还有四位老虎功高的我们的老师，有我们的乐队老师哈，来掌声鼓励给我们盛放的乐队老师，我们的助力大乐队。老师的掌声比较多，看来老师比较重要，所以我们先进去让老师唱两首歌。好的哈，那这个时间是我们在场朋友您听歌点歌的时间，当然有什么歌曲想听想点都可以尽量的点上来。对，不管是华语歌曲、福建歌曲、男生的歌、女生的歌、合唱的歌，只要你们想听都可以点上来，如果我们会的话就会尽量为大家安排了。Apa lagu mau request? Boleh kasih tahu kita punya crew staff. Kalau kita boleh nyanyi, kita akan menyampaikan.马来话，对，马来话，来写英文。你什么一言不尽？我一言难尽。好的哈，那这个时间我们朋友想直接的喊上来，有什么歌曲想听的吗？有什么歌爱听不？有吗？现场有没有想听什么歌的？可以直接喊上来，不用客气。对哈，我看到我们的这位大哥跟我们的老师有点像。真的哦，我刚才就想，我一直怎么这么像嘞？不论太像了，真的太像了。无论是发型还是眼镜戴的那个眼镜，我在想为什么老师在弹音乐，为什么下面还一个一模一样的呢？Hello， 你好哈，什么双胞胎吗？我听说老师有，老师是双胞胎，但是这个是真的是你家人呢？哥哥还是弟弟？弟弟啊，真的、啊，真的是家人来了，为什么你没说？我怎么这么像？为什么你没说？我还不知道哈、啊。对呀、啊，真的太像了，双胞胎肯定像吗？真的。你有亲戚从远方来，你要通知我们一下，接机吧。问的这么像，吓到我，就说为什么上面一个，下面还有一个、啊？好的，那我还是我以为我看错哈。好的，那我们后面的朋友有什么歌曲想听的吗？我先挂爱听不？来，圣旨到。兴致高。这边。你要送给谁？你下次从那边嘛。什么？客人点名要唱是吧？来来，我帮你。大约在冬季是要心里唱的，然后是不是？不是，心不了情，心不了情点我唱。OK， 大约在冬季，你下次写名字就好了嘛。你搞到我和高凌就一直往这边的话，就从那边走了。哪里客人点的可以举手示意一下吗？坐在哪里？这边，大哥点的。点名唱啊，心不了情。歌是我自己的。大约在冬季哈，那可以吗？等一下我们安排一下好不好？好的，有我们大哥点唱，我们朋友可以像我们大哥这样哈，想听谁唱就可以写名字、写歌名上来，就好像菜单这样，我们是人肉点唱机。对，高凌有什么话想说吗？我看到今天好多的来自海外的华人呐、还有我们的
然后就是来自新印度，好像来了很多印度的印度人。哎，这我觉得啊，今天跟我配的衣服很相称啊，因为好像听说啊，这印度这个孔雀是在印度还是蛮属于神圣的东西。对，但是你这样说华语，他们只会听那印度两个字。他以为我们说他坏话，你不要叫我翻译英文哦。我告诉你，我严重警告你哦，我是不会的。如果说孔雀怎么说，用英文？我不知道，因为我读名校，我来这边才学的。然后呢，凯瑞是我的老师，凯瑞说吧。凯瑞啊，是孔雀。高林问你，孔雀，哎，问你左手吗？哎，刚刚拉住一边，记得得到，马上把那压力，记得喊个到的，行吧？来。你算 OK， 压力达到，一定不能再笑。再来一次，没录上啊，再来一次。不需要，一定感谢完你，你忙。我 OK， 再睡觉。来，喂 ，come here， 这边。OK， 掌声鼓励给我们的压力，嘿，拉住一点。Mau bawa balik? You want bring back? This one can. This one free. FOC, free of charge. Yo, go. ini makan roti peranta ini. Datang daripada China, tapi makan roti peranta. Roti peranta? Roti peranta. 就是印度煎饼. Indian food. They do know English. This one come from China. 哎，其实啊，印度文化啊、舞蹈啊、音乐啊，真的是影响蛮大的。But they like the Indian song all. But don't know how to sing. okay. 那我们的印度同胞已经安排了这个，等下你要唱中国民族民谣。对啦、啊，交给我们高林，高林是全能歌手哈，他能歌善舞。能说能道，能把国人说成躺下。你说反了吧？他说能够躺下来，把活人说躺下来。对呀、啊，你相信不相信？应该把躺下的人说活了才对。对呀、啊，说反了吧你？对呀、啊，活人活着躺下来还是什么意思啊？那你别说了，那你别说了，哎，谁敢听你说话？其实这么我是比较善意的说啊，因为我唱的歌啊实在是太有韵味了，听我唱歌，哎，你会痴痴的醉倒。哪来的勇气、啊？梁静茹唱的勇气，哪来的勇气啊？梁静茹唱的勇气，哎呀，这个勇气是写给你的。对。好的，那这个时间还有朋友想听什么歌吗？这个应该是点老师唱的，《歌在飞》。我听听，后面的名字可以撕掉。为什么是我的名字、啊？这首歌我不是很熟悉哈、啊。哦，谢谢黄娜姐送的鲜花啊。哎，谢谢。因为哪里的朋友点？啊，哪里朋友送的？在后面的哈，因为大姐喜欢看你跳舞哈，那等下你别唱了，因为你跳舞好过唱歌可能。哎，等下别唱了，就那几支舞蹈算了哈。来，歌在飞，我不是很熟悉，非常的抱歉哈。